是给我的吗？是啊，你快吃吧。谢谢阿姨。宝宝，妈妈生病了，你很担心吧？嗯，但妈妈说我乖乖的，她的病就会好。对，妈妈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宝宝，你好懂事儿。所以阿姨，你也吃吧。哦，我不吃，你吃吧。小龙，我刚刚让你拿的洋葱呢？哦，等一下啊。好好吗？阿姨没事。不行，我很想带回去。老板，您的果汁。晚安，月月。喂，老板，我想请你帮个忙。月月阿姨，月月阿姨，今天你怎么了？小姐，你说话呀！月月，月月，小姐，你说话呀！月月阿姨，月月阿姨。喂，你好，这个小姐晕倒了，快打120啊！送到康宁医院，我爸爸是医生。快打120！老板，王红，干嘛？没事，忙去吧。患者李月月在哪儿？稍等，我帮你查一下。哦，在那边一号病房。好，谢谢。他得的什么病？急性肠胃炎，不过已经改消炎针控制了。好，谢谢，谢谢。月月，你是谁？你问我是谁？你是谁啊？我是宝宝。小龙叔叔呢？我叔叔怎么不来？嚯，小鬼，人缘挺广的嘛，连房小龙都认识。月月，我在这儿陪着你呢，你要难受你就告诉我，我马上就给你叫护士。喂，叔叔。哎，宝宝，怎么是你？你月阿姨呢？月阿姨
生病了，他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呀？生病了？嗯，叔叔，你要快点来，有个奇怪叔叔来了，他不认阿姨的脸。你们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在我爸爸医院里。你等我啊，宝宝。方龙，你干嘛去？哎，方龙，方龙！宝宝，你约阿姨呢？里面，里面。你坐着等我啊，乖。你怎么在这儿？是他给我打的电话。你醒了？胃还疼吗？老板，你怎么在这儿？你给我打的电话你忘了吗？宝宝呢？哦，被房小龙带回去了。小龙他来过了？来过。我已经让护士去问 VIP 病房了，一旦空出来就给你换。我真的没事了，我要回家。你这么不听话让我很担心，你知道吗？老板，小龙，请叫我小龙。傅小龙，勉强接受。你刚刚想？我有一件事儿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喜欢的人是房小龙。这也太直接了吧。好，那我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喜欢的是十年前救你的傅小龙。你之所以喜欢房小龙，是因为你把他当成了我。你喜欢了我十年，怎么一到上海没多久就变心了呢？其实我之前心里也很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断地问自己，我喜欢的究竟是小时候救我的你，还是现在跟我相处的他？既然你心里很乱，那我们重新开始。我承认，在你跟房小龙这段感情，我突然间介入是我不对，但我不甘心，因为明明十年前你喜欢的那个人是我。那只不过是一个玩笑。我不管什么玩笑也好，恶作剧也好，我错了，我承认我错了。月月，你的出现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孩，勇敢、真诚、直率、善良，这些听起来很普通，但我长这么大，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见过那么多人，最后我才发现，这些是最难得的，是你。是你李月月，让我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跟你一样好的人。谢谢你啊。不过我这段时间反反复复地问我自己，答案都是一样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着急拒绝我，放弃另一种可能呢？你跟我在一起，你可以在上海过得很轻松。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
你可以过得很开心。可是在我心里，一个努力让我开心的人永远都比不上一个我见到他我就会很开心的人啊。给我个机会，好不好？